我是之前是教跳舞的。有视频吗？有没有视频？这把打完赢了就给你看好吧。啊，赢了给我看好，漂亮，牛啊。行吧，我也不跟你耍赖好吧，发你一个。看你个不高啊，你1.6米啊，还不到1.6米，你没有1米，你连1.6米都没有啊，我操，那完了，你是约德尔，信不信我跳起来打你的脚踝？你不用跳起来了，我也1.6米，我也是约德尔。听你的讲话，感觉你是一个很温柔的人，你能不能怼我一下？啊，这样子啊，没想到还有这么过分的要求，跪下。对不起，打扰了，对不起，对。哎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好，你，我看到你照片了，这是你吗？哪个照片？就笔记上照片呢？笔记上头像不是我，我只觉得他长得好看，就比较羡慕他，我就把他放上去。那谁是你啊？与我无关。你看动态里面有几张是我的，有几张是你的，我看到你。猜猜看。我看到你了，我靠，你这个图片长得像贞子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五官挺漂亮的。我觉得你放那个别人的图片，应该那个人是属于你理想的那个类型，肯定想变成他样。对，是的，我也想要那个样子，就是。妈呀，那下辈子吧，这辈子可能不可能。开玩笑，人家可以，为什么？我想变成那个吴亦凡那个样子。啊，那可能下辈子吧，咱俩一起下辈子吧。行，我下辈子可以。我得站在，我得蹲在凳子上打游戏了。你多高？比你高吧。什么叫比我高？你知道我多高吗？你都不知道我多高啊。我1.7米啊。嗯，用山东来说，1.7米的话不是太高。我在我这边都人称，我在我这边还可以啊。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女孩子不能长太高。为什么？因为就不可以穿高跟鞋了呀。男孩子都喜欢女人穿高跟鞋呢。我就不喜欢，因为她穿了高跟鞋肯定比我高，把我带出去好像是带了个儿子一样。你真的1.7米吗？我当然是讲的1.7米啊，那不扯淡吗？骗我了。骗你，你能怎么样？就是你是讲的1.7米，但是你是真的1.3米。嗯，到时候你属啥呀？我属狗的呀。你应该说你属于我。哦吼，你干嘛骂自己呢？我是属于狗啊。打扰了啊。你是玩不够我的小妹妹。老板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陪伴？我都可以。我刚开始听起来感觉你像是个比较专业的陪伴，但是感觉一听你是个查户口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我喜欢就是高一点的。你喜欢高一点的？多高呢？我喜欢1.88米的。1.88米，哎呀，那挺好。那我不是啊。你多高啊？我多高？我1.58米。别跟我开玩笑了，哥。我觉得我们不如有时间去练练拳击吧。为啥呀？减肥吗？我感觉看你挺欠揍的。我在直播，你要看吗？你在直播？对，我在直播。啊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那这样的话，我是不是就涨粉丝了呀？你好看吗？我发几张笔记上的照片给你。这是你啊？嗯。你长得一般，你这个声音夹着说话，我想跟你想打你一顿。我不是夹着说话，我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哦。为什么你们直男就觉得我们这个声音是夹着说话呢？你平时遇到女孩子都大大咧咧的。那就是命里缺我们这样的。什么玩意儿，你正常一点啊。哎呦，你这个钢铁直男。你长得好看吗？我长得是真的还可以。还可以是什么样啊？等下我给你报个照，你看我就是觉得我怎么样。那你发给我吧，我来给你鉴赏鉴赏。太帅了。还可以吧。怎么说呢？眉眼中带着犀利，犀利中带着不羁，不羁之中呢又有一丝魔教气息。这样吧，我也给你发一张我的照片，你也来品一品。可以，我发你了。我刀呢？怎么样？还可以啊。还可以吗？真的吗？你长得好像范冰冰。过分了啊！你现在就是瞎子算命、心口胡说了呗。
motherfucker think twice。你过年有没有想法要出去玩呀？你想去哪里？我哪儿都想去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去买个地球仪，想去哪去哪。你今天是不是捡到钱了？这么开心？因为今天遇到你了呀。你是不是舔狗？我打完这把肯定要举报你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举报我以后我别人就不能找我打游戏了，我就只能跟你打了。你就是想占有我是不是？你在放五香麻辣爆胸扭扭皮在。我说我怎么撩你撩不动呀？你要撩我？你长得太丑，你长得不是我喜欢的款。不好意思，说出实话了。你坐着打游戏椅子必翻。你是干嘛的呀？不是你这一上来就打听我干什么呢？就不是想跟你快点熟起来吗？我也是干陪玩呢。你干陪玩多久了？干了好几个月了。平时男的找我一起玩呢，是想让我带他赢游戏。那女孩子找你？女孩子找我想跟我有进一步的了解，因为我会在我的 ID 上面放一下我的自己的照片。哦，就跟我一样，看到你的人都会爱上你是吗？你可拉倒吧，你看到我照片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 ID 多少呢？我现在在问你啊，我想更了解你啊。你想更了解我？我是那种什么呢？我是那种墨镜一戴谁都不爱的那一种。老板，你是干什么？江湖人称乒乓球小王子。乒乓球？打乒乓球应该挺简单的吧？打乒乓球容易，但是你教乒乓球呢就很难了。哪里难？扣不着台子吧？我的妈！我刀呢？你三天之内不得痔疮，我头都给你。我这刀已经按耐不住寂寞了，想出鞘了，现在。你要知道我在教这个小学生打乒乓球的时候呢，老大爷会对你指指点点。我只听过我爷爷下象棋必被指指点点，我是教小学生打乒乓球被那个老大爷指指点点，我只能忍。那你有没有忍不住的时候？你别提了，忍不住的时候。我是教乒乓球的，你在那边一直指指点点干什么？你行你上呀。结果上去切磋了两局以后呢，我完败了。那你平常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工作的话非常的神圣，就比如说你家里要搞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就需要我这样的人去美化一下你的家园。美化一下我的家园，听起来有点高端大气上档次。不过你是第一次玩比心吗？我第一次玩。哇，那我觉得你运气好好，第一次就选到了我。小伙子运气不错哦，几十块钱还选到你，别给我整一些花里胡哨的。哎，那你刚刚说你是具体是干什么的？就是我是古早墙的，对不对？刚买了新房子，然后需要装潢一下，知道吧？啊，那就是刮大白的呗。刮大白。你铺垫了那么久，不就是个刮大白的吗？你信不信我给你来个五星画脸？我错了。我觉得小时候好像有一首歌，就是歌颂你们这个职业的。什么职业？就你那种刷大白的职业。你在说刷大白，我跟你刷。你妈买菜必涨价，超级加倍。这把我要杀几个来着？15个。这把杀15个，你才爆照啊！哇，你的照片这么金贵吗？如果杀不到15个怎么办？杀不到15个，你哄哄我，我就给你。哇，太秀了，这谁顶得住啊？这一般男人跟你聊天应该顶不住吧？你挺会撒娇、啊。你是一般男人吗？我是普通的。不，你是高级粉刷匠，你们不同。瞎子，你是不是想死啊？你已经死了，服务点蓝。不生气，还笑呢，你别把那个嘴笑裂了，笑那个腿啊在笑，我都死了还在旁边偷笑呢。你大妈去跳广场舞必崴脚，你爷爷下象棋必被指指点点。你交过几个对象？两个挺好的。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那种成熟一点的。成熟啊，性格成熟还是身子成熟？性格，我更在意人的性格。你不一定要长得多帅，就性格得好了。像你这种，我觉得应该蛮不错的。我性格比较幼稚，不是你喜欢的那款。那我可以是吧，降低一下要求。降低要求。我从现在开始喜欢幼稚一点的。那你说白了就是喜欢长得好看的。没有，我说实话，我找的哪个男朋友都不帅。都不帅，那肯定你长得也不好看，你找的对象肯定不会帅。这人太过分了，我想打架。我不一定打得过你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喝
头有点疼现在。有人在想我想。你好像个魔教非主流。哇，你长得好漂亮啊！谢谢老板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我喜欢那种御姐一点。你是想看照片还是想看视频啊？哦，还有视频啊！我电脑里面4000多张呢，都看都看，照片视频都看，都要都要，可以吗？那不可以哦，做人不能太贪心哦。你是不是提防了我？我是那种比较为人正直的。我们才打了一局游戏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那种正直的呀？哎，你是个坏人，你是个老色批怎么办？你是第一个说我是老色批的，可以。我这人是有底线的，可以。你要相信我。不信了。多发几张呗。好，行，那我等会打的菜你不能。没事，小姐，只要你照片安排到位，我不会说你任何一句。我反倒还要给你点多关注。你这个 cos 的是 diva， 我知道，我以前也 cos 过。老板，我该怎么称呼你啊？我姓霸，霸王的霸。听你声音，我觉得我的年纪应该比你大，要不你就喊我老霸吧。啊，不是你这不是占我便宜吗？人家姓王喊老王，我姓霸喊老霸，有问题吗？你们男孩子怎么会有这种癖好？你喜欢喜当爹啊？好好的一个小姐姐，怎么长了一个嘴？小姐，你那个嘴是借来的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不把老板气死？是不是不能打游戏啊？退单了，我换个小姐。没有，老板，我对不起。哎呀，你怎么补偿我？我给你找个闺蜜过来给你打，好吗？找个闺蜜给我打。那长得可好看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发给你看。我可以。那待会儿我们三个一起玩吧，让你感受一下极致的快乐，好吗？极致的快乐也太小了。老板你好，我叫奈奈。哎呦，声音好好听啊，奈奈。那你喜欢我还是喜欢奈奈？我感觉我长得挺好看的啊。你这个鼻子里应该有好几万块钱吗？那你呢？我没有啊，我是天然的。你得给我看看。好，那我就发你的吧。我就发我的吧，发上我的丽眼，发你了。你这是网图吗？我这怎么是网图呢？好看吗？你这也整过了吧？你看我的鼻。你这也有问题的吧？我的鼻翼没你的鼻翼高啊，我这是天然的。有啊，我没有整过容啊，你一看就是整过容的。纹了眉毛吧？我眉毛也没纹。那你的这个，我怎么觉得你这个照片看起来不太高的样子啊？你还说你没整过，你是不是把你的小腿骨拿去垫鼻子和下巴了？你好像个奥特曼、猪猪侠、闪电小子、葫芦娃，你这是。喂，小哥哥。这声音是过于 desk。你笑起来好恐怖啊！平时讲话听看起来挺柔弱的，怎么一笑起来好像那个40岁的老姑娘？人家哪里像40岁了嘛？哎呦，这声音可以啊！你这个是怎么说的呀？是不是开变声器了？没有，就是夹着说话。夹着说话就这样。对，夹着说的这样。我还会御姐音。那你模仿一下御姐音，我听听看。你想不想被我的拳头给打一下？我不想被你的拳头打一下。小爷爷是个声优是不是？你这也不算声优吧，这只能算是我与生俱来的魔力。一般听说声音能这么多变的，长得应该不咋地吧？谁说的？我可好看了呢，我发你照片你看一下。好，我看一下啊。哥哥，我美吗？哎！小姐，不瞒你说，我就喜欢这样骂我的人，别人不骂我还不喜欢呢。你喜欢骂你的人是吗？咋的了？你要骂我呀？如果像我这样的男的跟你表白，你会答应吗？啊，约德尔人当男朋友真不错。嗯，今天心情好，今天不跟你抬杠了，谢谢。男刀的身高有多高呀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我看看，他好像有点驼背，他连光辉的身高都没有，这也太矮了吧？你就不能玩个高一点的吗？你看看，你还没有光辉高呢。小爷赶紧去挂个脑科。你跟我一起呗。你信不信我现在打完这把立马去比心给你投诉一下。你自己喜欢这种感觉的，你忘了吗？你这个小脑袋瓜子。我上当了。你是不是破防了，着急了？兄弟们，我好气啊，过不过他？我现在想退堂现在。那不行，自己选择的，闭着眼睛也得听我把话讲完。谢谢老板。我前几天不是来事儿了吗？然后我以为今天走了没了，我就没带卫生巾，谁知道这还没走利索。然后我现在附近还没有超市，咋整啊？
那你憋你也憋不住，那咋整啊？那不行，你把鞋垫拿出来，先垫上。